Incredible. This is how the city could thrive all the way out here. The whole place must be fed by an underground spring. It's clean. It's amazing it's still running after all these years.That's a hell of a thing. What? No. No. Please. Sully. 苏里大叔又死了一次。这俩人坐电梯下去了，但先别急着追。过来之后先过来找掩体，这里有三个敌人。首先第一个扔两颗手雷，立刻就可以炸死。这都不是普通人类，所以说只能靠两颗手雷才能炸死。然后立刻翻过来，尽快的赶过来，因为在他扔手雷之前过来的话，可以把他手雷打落。这样的话双倍攻击，炸一下，然后用枪扫一下可以直接干掉。然后捡地上的 RPG， 顺便他掉的手雷可以捡一颗。第三个人在这儿，如果不在这儿的话，很可能会从这个门进来。已经来了。RPG 一颗也是炸不死，再来一颗。行了，这样刚才捡的手雷用在这个地方，电梯会坐敌人上来，先扔一颗手雷，然后再来一颗 RPG， 这样又干死一个，还剩两个。先到这边来，这边有一颗，有一把榴弹枪可以用，榴弹也是需要两发才能干掉一个人。我去，刚才不该捡那个手雷了。翻滚的时候捡枪会更快一些，没有这个，不会蹲下那个动作，没有蹲下那个动作。现在上下两个方向都有可能来敌人，下面这个几率更高一些。哎，一颗就死了，看来刚才手雷或者 RPG 已经炸到过他了。最后一个在楼上，听见声音了。哎，我去，糟了，没子弹，这个换子弹太慢了，他扔的这个手雷威力还比较高，还好没炸到我。炸到我的话一般就一颗能秒了我。过来，哎不，哎算了，我先到那边捡那个狙击的一把狙击的手枪，然后再把榴弹枪捡回来吧。这些敌人都不是普通的敌人，一开始看着和普通敌人没什么区别，但是把他们干掉之后会变成刚才这样，火头上着火那种，和恶灵骑士似的，还算比较难杀的，有点像二代那个守护者啊，当然也没那么难杀。一般两颗 RPG 两颗榴弹或者这种左轮手枪两颗就可以干掉，两颗子弹狙击枪也是，就极个别非常难杀，好多枪才能死。我去，这货还在那儿等我，扔颗烟雾弹有什么意义吗？ Come back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这突然间的变化，一看就知道是幻觉。我去，又是这蜘蛛。Oh no. 我去。又变回小学生了。这之前小时候来的那个地方。连路线都完全一样。不 ，no。只不过这次没人在后面追，这是蜘蛛。还是从这里跳下去。What? No.既然知道是幻觉的话，那开枪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唯一需要犹豫的就是要打哪儿。No. Stay away, please. Oh God.
Anna, what is this? It's moving. I gotta get out. Gotta get out of here. No, 中毒现象好严重啊。No. Can't do this. What is this? What's happening? 不过之前也经历过一次了。到处都在扭曲，现在还只能走路，不能跑。得先到这边来捡一把榴弹枪，补充一下弹药才行。然后前面还有这个左轮手枪的狙击枪的这个啊，弹药补给。行了，十二发就满了。这扇门开一下。No way out。现在还开不开？电梯还下来敌人了。啊，可以看到有一个本身脑袋就着火的。I'm gonna kill him。啊，不管怎么样，先等过来，然后榴弹伺候。一般盲射的话，子弹会自动射到敌人身上，只要你瞄的差不多就行。等离近点，当然也得。这榴弹如果没打到敌人身上的话，得过一会儿才爆炸；打到敌人身上，会马上爆炸。他们还会瞬移的，瞬移的时候你得很好的判断他去哪方向才行，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干掉。这惨烈难度的话，基本撞三四枪立刻就会被秒。搜刮一下弹药可以出去了，这里还有两个找掩体，然后还是榴弹伺候。还没死，哦，瞬移走了又，哦，差一点。这里枪如果稍微再慢一点的话就已经躺这儿了。周围有什么啊？左轮手枪弹药，还有手雷 ，RPG 就算了 ，RPG 就那么几发的话也不够用。接下来敌人还是不少的，还是继续我的榴弹进来之后立刻到路边来。这里有一把狙击枪，先找掩体，然后换上狙击枪。狙击枪刚才说了，两枪可以干掉一个。首先一个，还瞬移到我脸前来了，再换回我榴弹。这两种枪是轮换着来，也就是说是三种枪，还有我的左轮手枪呢，还没死，这换多少枪了？来绕过来了，这枪不开镜的话很难命中啊！刚说完，得瞄的非常中心，得用这个准星看它这么大，得非常中心的地方瞄的人才行，不然的话稍微歪一点就很难打到人了。又杀光了。这里我记得是有一把榴弹枪的，而且左轮手枪应该也有这个弹药补给的。哎，就在这儿，还剩下一把榴弹是在哦 RPG， 还是不拿 RPG 了？榴弹，哦这里，啊行了 ，Sully， 哎苏里，哎 Sully，No，Sully，No。你好歹也该察觉到现在这是幻觉吧，这开关能按了，按起来之后可以把整个泳池放满水，让水里这个倒影还自动的全动了，跟着自己这个倒影，然后和他一块转这个轮子，这干嘛的玩意儿，咱不知道是干嘛的，怎么转就对了，然后继续跟着他。虽然知道他要去哪儿，但是我们先过来没什么用处，得等他一块儿过来合作才能转动这玩意儿。水里这个金色的东西，看看，捞起来。恢复正常了，看来是。周围画面也不扭曲了，也没什么奇怪的色调了，然后看上去一切正常了，应该是药效已经过了。也就是说，刚才那些敌人都是这个药效产生的话，接下来敌人肯定都是正常人了，这点比较欣慰，因为这游戏最难打的人就是一开始那些，恶灵骑士了。
接下来就没那么难了，我感觉。There they are. 哎，果然都是普通人了，太欣慰了。Time to play, assholes. 这样也到最后一张了。现在拿了榴弹枪，跳过来之后立刻找掩体。It's over, Drake. 先把楼踢上之后炸死再说。然后那边有狙击枪是瞄过来，先别管他们，因为这边楼梯上还会再下来一个。哎，已经拉了。行了，把他干掉的话，可以解决这边这几个狙击手了。还想扔手雷过来，这会儿、哎、已经扔过来了。我去，没事，再扔回去。虽然炸不到他们，这个榴弹射程有限，所以说得稍微瞄高一点。这狙击枪他们虽然任何难度下狙击枪都能一枪秒了我们，但是他们瞄准时间很长，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干掉他们了。然后这边还会下来一个重甲兵，稍微等一下，等他稍微离近点，然后往他身上来几颗榴弹，很容易也能干掉。还给我扔手雷，两颗就干掉了。别急，这上面还一个，楼上还一个。行了，最后一颗榴弹用掉了，可以换枪了。上来之后会有一个人往这儿扔颗手雷，先往后退一下，然后前面楼梯上梯子上还会下来一个，把他解决掉。快点快点，稍微往前站一点，不然的话身后会有。刚说完还没说完呢，没想到这么多枪才干掉他，稍微失误了一点，因为那边有人，我们站得太靠后的话他们能看见我们的。先把这货解决了。前面这条路非常窄，所有敌人都是从前面这条路过来，所以说能稍微好打一些。把他们扔过来的手雷全扔回去的话，这样的话能削减他们很多的这个战力，只要他们别两颗一块扔过来就行了。那我也扔。Shit. 行，重甲兵已经炸死了，其他的就没什么困难的了。没子弹了，最后一个。哎，又扔一颗过来，稍微离近点吧，然后换把枪。行了，这条小路上已经全杀光了，先到二楼来。二楼这里有一把狙击枪，刚才可以直接先爬到二楼来捡狙击把他们全干掉的，其实也行，只不过我想留着狙击以后再用。这里找一下掩体，这边还有两个，只不过不需要我们动手啊。这边有人射了颗 RPG 出来，过来看一下什么情况。看来苏里大叔并不喜欢便当，总是吃了就吐。You all right? Man, I had a hell of a time.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How do I know you're real? Ow! That real enough for you? Don't ever point a gun at me again.I saw them shoot you, right after the eclipse. What? What eclipse? Look, kid, you went nuts right after you drank from that fountain. It's the water. That's what destroyed the city. Not the wrath of God. The whole water supply is tainted with some sort of hallucinogenic agent. Must have drove everyone mad. That's what Marlowe and Talbot are after.Oh, man, yeah. Remember, Cutter said they controlled their enemies through fear. This'll do it. In spades. But, wait,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How do they think they're getting the water out of here? No, no, it's not the water. It's what's in the water. Come again? All right, listen, just bear with me for a sec. Selim told me that Aram was cursed...when Solomon imprisoned the evil spirits of the djinn inside a vessel of brass and then cast it into the depths of the city. A genie in a bottle. I know, it sounds pretty crazy. So you reckon that's why Elizabeth and Dee sent Francis Drake out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Yeah. It wasn't treasure they were after. It was power. Only once Drake realized what he'd been sent for, he abandoned the mission.He lied to the queen,
told her he didn't find anything, and then hid all traces of his voyage. Rewrote history. Well, who are we to argue with Sir Francis? What do you say we head down there and end this thing? Once and for all. Look at this place. The whole city's resting on this cavern. Doesn't look very safe, does it? That's an understatement. We gotta find a way down there. 来一块儿过来转这个电梯。其实我觉得单从一个方向推的话，应该也能推动它，对。而且奎特知道这是电梯。This is gonna get hairy. You ready for this? 当然。Let's do it. 哦，这水库。Amazing. This is how they move the water to the surface. 确实很壮观。I'm surprised the whole place hasn't come crashing down yet. 天花板，我这看不见。天花板，哦，上面都能透光了。我去，这地基，话说卡着我了还。We gotta get across there. Help me with this door. 这里相当的脆弱，可以想象，稍微来一点震动，这里塌了也不奇怪。先过来找掩体，楼下有两个钉，其中一个在这儿。还有一个在，请找到这边来，也是躲在柱子后面的。这货特别不愿意把头露出来，就在这儿。所以说我只能先打腿了。狙击枪的话，打腿也是一枪秒，可以下来了。还有敌人，继续找掩体。那边，行了，这样进出两个全解决了，还有两个狙击手在远处，就在这儿了。哎不。这都没打着，我去。话说在这儿我能打着他们，他们打不着我。利用这个高低差，这样目前的敌人都杀光了，在刷出来新的敌人之前，我先过来找一下换把枪。这狙击没子弹了，毕竟。行了，就这把吧。哎，弹药。翻过来之后立刻再找掩体，前面还一会过了两个。藏这么严实干嘛？最后一个爆头，哎，没打着。行了，继续从这儿可以下楼。All right, all clear, down this way. 从这儿出去之后，前面先找掩体，因为这里会出来一个这个拿榴弹的敌人，先把他解决再说。尽量别让他开出枪来，已经开出来了，没事，炸不着我。然后前面这有一个拿着霰弹枪的重甲兵过来，没事，先扔一颗手雷，然后拿我的狙击手枪把他射死。那行了，剩下两个比这个重甲兵威胁大很多，因为他们拿的是远程攻击的枪，重甲兵拿霰弹枪的话，还是说实话打不着我，基本还剩一个。这屋里一共是两个人的，但剩下这一个真是特别不愿意这个露面。哪去了？哎，现在才过来。教练已经死了，再过来从这个水池子里找掩体。前面通道里有两个，从这里的话很容易干掉。然后右面这里可以看到前面房顶有一个拿 RPG 的，还没完，还是先别出去啊，在这里找掩体。房顶上还一个拿 RPG 的，啊不对，这拿的不是 RPG， 好像是榴弹。现在可以出去了，再找掩体，就又来两个。行了，还是非常容易。果然这些敌人这还是非常好杀，只要不是重甲兵的话，头上都不戴头盔，爆头非常容易解决。前面这里上楼梯之后，又有人扔下来一颗手雷，爆炸之后再过来。上面有两个人过来了，哇，他死的时候倒地还挡着我子弹了，差点被另一个打死。潜水装备。They're definitely going into the water. Hey, sweet. I'm holding on to this. 这把枪神器，虽然我用不了。两个人一块开前面这扇门的开关。We gotta get through here. 怎么这开关跟那个引爆器似的？
There's a central cistern. That's where they're gonna be. You ready for this? This is the bridge they were crossing. Must be where they're headed. 整个城市都在这上面建着，结果这里就这么几根柱子从那儿撑着。Careful. Lift it gently. You gotta be kidding me.We gotta take that thing out. Any ideas? Well, they sure as hell got us outnumbered. Let's split up. Try to flank them. Yeah, better odds that way.这就是之前提到过的所谓的封印着魔神的那罐子，让这里水变成这个可以导致幻觉那玩意儿吗？ No! 这么小一把手枪射出来导弹，我去！三颗导弹还装了 ？Come on now, we've got to go, run!这么脆弱的地下来这么大的震动的话，肯定是撑不住的。Come on, son. Come on. Please tell me you didn't swallow any of that water. I don't think so. Jesus.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不会，现在不是吐槽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开始崩塌了，准备跑路吧。一上来立刻就会有一个拿狙击枪的，先忙着把他干掉，之后拿着狙击把楼上这个马上就要出来的拿榴弹的先干掉，这样剩下的就好办多了。现在城市晃动的非常厉害，在晃的时候别瞄准，瞄准也瞄不准。哎，把这手雷扔回去，那边还有一个重甲兵，再把这重甲兵干掉的话，其他的就基本没什么威胁了。这样远处还有几个，哎，还扔，稍微离近点，离近了之后，前面又会出来一批新敌人，先把这狙击手解决。然后远处这敌人枪法可以说非常准，哎，这还有烟，等烟散了我再瞄，不然的话也打不着，看不见。最后一个他会直接冲我们跑过来，哎，如果不管他的话，他能直接跑到我脸前了，换把枪，狙击枪也没子弹了。然后过来之后又会刷回来最后两个。把这两个都解决之后就可以安心过去了，还晃过去，来个手雷吧，炸死没，看不太清楚，好像死了。 OK， 这样可以走了，再拿一下，我看，哎，这把枪，然后上楼，还没完呢，这敌人已经不能用敬业来形容了，这种情况下还不逃命，还和我打，单纯的敬佩两字已经没法形容我对他们的感情了。上楼之后又是两个，准确说是三个，其中一个还给跑了。哎，这会干嘛去？去，他喵的！这他晃起来的时候，这个镜头到处乱转，这怎么翻过去的？还穿墙过去了？我去，打不着他，直接过去近战吧。背后直接暗杀，然后找个地方上楼，这里有个梯子可以上到二层去。上来之后这层是没人的，继续找路。这里这个边缘可以爬上去，利用左边这个来回转的齿轮。哎，这会儿还爬梯子，哎，去上去了，不管他了，反正不管他也没关系啊，先扒着这个边缘别上去。拿手枪先把前面这货干掉再说，然后上来之后前面这还有个拿 RPG 的，我靠，没打到，哎，行了，干死了，再捡一些子弹然后再上楼。楼上还剩最后两个敌人，
到这个口这儿来，又会往下扔手雷，第三次了，这已经是这几关。然后稍微慢点往前走，他就在这个口的某个位置，就这儿。行了，可以上去了。上来之后，这边楼梯这里还有一个，先找掩体，然后再把它解决掉。我靠，直接把我晃出掩体外头来了！我去，毛都打不着。刚才这手雷炸他自己了吗？而且还活着，我去！行了，这次他是真死了，而且我还剩下最后一颗子弹，真是千钧一发，可以说是。前面就是出口了，这真是论如何开三枪毁作古城啊！继续跟着苏丽往楼顶跑，沙子水位一直在涨。我也想知道。右边这沙子跟河一样往下流。又像雪崩，又像瀑布的，又像巨浪。差点没跳出来。不光是我脚底下，远处整个城市都在崩坏，右边又涌下来一大堆沙子。虽然很想停下来看一下究竟何等的壮观，但实在没这功夫。周围都这样了，还不忘了再来一战。最终 BOSS 战了，这次他还带了凶器，他的刀子攻击速度非常快，我每次给他两三拳以后，他就会给我来一刀。只要记住这个规律的话，就很容易预判他的攻击，足够的反应时间让我来防住他的攻击。被他从背后这么架住以后，意味着第一回合结束了，连续两圈单口感，还得咬人的呢。我脚下这个平台也算不断的崩坏，但是没有时间限制，也不会完全破坏掉的。再像刚才一样连续给他出拳，给他一两拳就记得要防反一下他的刀子，很轻易就能把他干掉。又扭打在一起了，这意味着最后一回合也结束了。说起来，苏丽大叔已经下线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差不多该重新上线了吧？很及时。关键时刻枪还掉了，不过我又捡到了。这不我也掉下去了，而且还掉得很深。拿着枪赶紧爬上去，回去帮苏丽。Hold on! Time to end this, you son of a bitch. 给他头上来一枪就足够了。
头部中枪都要这么半天才死。该死的两个人都死了，跟着大叔离开这儿吧。No good. Can't make it. Salim, buddy, get on. Come on, yalla. Wealth, huh? Well, it's not much, is it? It's enough. Yeah. Yeah. Hey, hold up a minute, Nate. You okay? Yeah. Yeah, I just got something that needs saying, that's all. All right. What is it? Look, I had a lousy father, a lousy childhood. I hit 40, I figured I was never going to have a son of my own. Hell, I never wanted one. What the hell do I know about raising a kid? Then you came barreling into my life.Look, you don't have to. No, listen, I do. I have made a lot of mistakes, kid. A lot. And, well, I am not a perfect man. You're not proposing, are you, Sully? I mean, I love you, but... Stop. Just stop being a wise ass for 1 secon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carrying that around? Too long.Thought I'd lost it. Here's the thing, kid. We don't get to choose how we start in this life. Real greatness, it's what you do with the hand you dealt. Hey. Hey. Going somewhere?Maybe. I'm really sorry about your ring. No, it's all right. I swapped it for something better. Let's get out of here, huh? Yeah.We're this way. But... Come on. Trust me. What are you up to? No way. It's not as nice as the one you two wrecked 4 years ago, but it'll do. Come on.See if I can remember how to fly the goddamn thing. Hey, this has parachutes, right? Oh, yeah. Three. More or less. Thank you.
Thank you.